像北极宫、玄天上帝祝寿，佛光山金刚寺兼寺会立法师向玄天上帝捻香祝寿，促进宗教和谐交流。会立法师代表中华传统宗教总会前往台东之本北极宫以及新元里安南宫。佛光山就是心灵大师所创立，除了创立佛光山之外，还创了一个宗教传统总会。介绍星云大师创建佛光山人间佛教，慧立法师带领佛光人及公庙善信，以心经奉诵来为神明祝寿，展现大师提倡宗教和平的理念。为了表示我们这个金刚寺的成立，不只是彼此的互动，我想这个生命连理，这个可以更深的这个我们来促成，然后往前走。盛情邀请公庙参与今年佛光山神明联谊会，一年比一年规模更加盛大，借由神明联谊连接宗教情感，共同为社会益助信仰力量。本经卫视台北台东综合报道。